各位啊，喜欢吃台式面包吗？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呢？有的人啊不敢吃葱，却喜欢吃葱面包；有的人不喜欢沙拉，却喜欢吃肉松面包。那你们知道葱面包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吗？今天来到西屯区，下午三点出炉，被来自四面八方婆妈疯抢的面包店。台中也有不少以葱面包闻名的，而这间木木面包便是如此。店里面有点挤，就随手抓几个面包吧。这是热腾腾的苍蝇泡，拿在手上还会流热油呢，逼不及乎是泡在油里面了。没错，好吃的秘诀啊，就是葱油啊。揉面团放油，烤盘上有油，表面刷一层油，再放上油，葱顺便淋葱油，但冷掉后就没感觉了。名店的面包就是酱，比葱油饼还油，所以香了。两口就没了，我都带了一份给妈妈。这个都没熟啊，葱啊。